美综合报道，日本同志网红他也歌地口他姐以高超口技爆红。近日因心血管疾病多次进出手术房，住院一个多月，不忘在病床上温习生喉咙。他也歌森日在部落格透露，自从住院后每天接以毛巾擦身体，二周我第一次洗了澡，他相当怀念淋浴的感觉，目前正在等最后一次的大手术，希望能尽快复原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我想马上去上班。啊，野哥贴出在病床上吃寿司的照片，他先是伸舌舔，随后将整卷的寿司直接往嘴里塞，并露出陶醉神情，以饮酒没选口技，怀念起吸口生喉咙绝技，最后还出现高潮眼，让不少网友看傻眼。他也故意高速真空吸引生喉咙口技爆红。资料照，记者李尚林社。大野哥因心血管疾病住院，摆设自二他 grand 他野哥吃寿司回味吸口生喉咙，摆设自二他 grand 他野哥吃寿司回味吸口生喉咙，摆设自二他 grand 他野哥吃寿司回味吸口生喉咙，摆设自二他 grand